现在天空中出现了巨大的血月，超级月亮月全食。科尔星的狼人在月全食的时候会能力暴增，这次更是罕见的三大现象同时出现，这是我跳跃时空找到小雨最大的希望。爸爸，你在想什么呢？陪我一起玩啊。没什么，爸爸就是想一些事情。喂爸爸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要什么事情都瞒着我。宝宝，现在是穿越时空去寻找你的妈妈最大的机会，但是这件事是十分危险的。我要一起去救妈妈。小雨，等我。爸爸，这是现代穿越失败了吗？这是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沈天，小雨，